李森在那个十几年前，那个霸凌一家银行啊，跟我名字一样叫李森哈、啊，那把那一家100年、200年的银行搞垮，那我准备要把流亡中华民国搞垮哈、啊。好，大家欢迎一下。好，老师，等你哈，咱先开开者哈。哎，各位好，请起立。起立。各位请坐。好，谢谢大家哈、啊。这个我们又恢复到大日本时代的那个。靠长迄字啦，较早阮老爸老母也是来讲讲，因阮爸爸是大正13年，啊，13年就是恁即马统治恁的中华民国13年共款，所以阮爸爸是90岁啊，啊，阮妈妈是八十几岁，啊，伊拢有迄个日本的观念，比如讲伊细汉就教我教教讲，爱看土面无看人面，啊，不过流氓政府来拢甲恁教讲看人面无看土面，啊，这土就是环境。大自然环境是咱的制度，你看迄先进别人的社会，因迄东西，不管新的澳洲啊、纽西兰，因拢建立起迄个制度才重要哈。因较早因的祖先也是被欧洲人看不起，把迄犯人送到澳洲去嘛。但是人家白人伊的脑筋较聪明，甲制度拢建起来。啊，中国文化内底是拢无安尼啦，中国文化都是强者为王，啊弱者就被打下几千年对。好，啊我。英语名叫 LEELI， 好，你啊，你网络一定拢会找到我。我文章，伫自由时报，还是咱这苹果日报，还是迄个叫啥 ？Google 的论坛啊，论坛哦，还是迄个 Facebook 的论坛，你拢会通啊找到我。LEELITW 台湾的丽丽，好，我这是伫这个市场已经见证几十年啊，哈，我打不倒，甚至迄引流在台面上。流亡中，没有培养出来，大部分都到最后跟他说，论了以后，到最后跟他讲说，谢谢指教，哈。哎，其实我也安尼，就是因为咱的，咱秘书长，咱林博士，伊甲咱讲的这个华理论述，啊，这个华理论述就是我较早无学，因为我较早是大学是学数学强调是迄、那个。定理要很清楚，比如您国中、高中弄学过三角函数吧？三角函数你也未晓啊，你一定无多做成功啦。你接近拢看别人的头面。哦，咱台湾目前这流氓政府跟统治的社会科的目前的大不管政治人物、法律系，因为拢较早小派系，我怎么讲着可能得罪大家者？你应该扪心问看，国中、高中时是不是拢怕三角函数排列组合？啊，像你老母拢未开窍，迄大鸡蛮铁的人，你要惊死啊！啊，三角是背袂起来，六个变来变去，我过来证明背起来，啊，都大家惊着，走去练历史地理，啊，历史地理拢错误啊。不过一帆风顺哇，达到政治人物啦、律师啦什么，咱去啊，咱这边就定人敢通敌，因讲出来的话拢唔对。比如有一个人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你学过三角函数的人马上就甲交落去啊，什么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台湾两个字的，你给我证明，给我证明，哈、哦，你。我相信恁用数学个啊讲啊，伊讲安怎讲咧？啊，咱有选举，吼，啊，咱有选总统，后面这个可以变成充分条件，变成前面那个吗？我过很简单数理的人都可以，你有选举，像我家里面谁煮饭，我们是用选举的。像我这个礼拜就我选输了，所以我家里都有煮饭，啊，难道我们就变成了国家吗？啊，那個、西藏流亡政府走去迄个达兰萨拉，因的总理也是选举啊。啊！人敢真正是一个国家，啊，搁一个，这個、西藏这個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行政区，啊，搁昭兰这個是因较早的中央政府摆落去啊，干脆咱厝兄弟啊摆落去，你挂出来，啊，人真正兄弟啊，你中国个，啊，搁另外一个巴勒斯坦的阿拉法托，大家知道嘛？伊唔是一个国家，只是因为他跟以色列迄个领土重叠，那现在西方国家以正义用迄个国际法要解决。伊也是有选举啊，伊总理、主席阿拉法托不选举，但是下面那个行政长官都选举。难道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吗？所以你有我过简单数理的人哦，不要学华理的数理人就可以把民进党反驳掉了。那我强调民进党不是民进党，我就要强调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因为其他国家可能有民进党，国民党你也不要讲说用很口顺讲国民党，你讲国民党就跟他，你就跟他同国了。你讲民党，你是跟他同国。站在我的层次，我都认为都，我都把讲中华民国民进党、中国国民党，哎、啊，中华民国民进党，我较袂安尼回翻译，我甲叫一个流亡中华民国民进党，
因为1989年是蒋经国特意帮他成立的，是要帮他成立，这你应该拢知吧哈？因为台湾人大部分拢讨厌中国国民党，啊，这侪人讨厌，啊，这点人要哪？哎，中国人这搞搞这硬扛硬扛啊！伊就讲配合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的，而且台湾是我美国的占领地，我要让他民主化、自由化，所以那时候党禁棒子。啊，蒋经国，伊遐也无外聪明，伊是下骹的幕僚。咱无看的人，可能从我安从遐幕僚，安尼袂用咧。你即摆去党禁报禁，要国民党运动呀，中国国民党运动，所以弄一个民进党，啊，里面用的台词都是用台湾人想爱听的。哇，啊，你无爱国民党啦，全部拢倒民进党，安害，拢共款，拢中华中国。所以恁等下吼，我先加，我只讲的吼，讲两点钟、三点钟拢讲袂了，所以我秘书你要真惊我讲了袂了咧，好了，我即摆加即个。哎，明天送我。这礼拜来哈，这礼拜咱在咱的迄个中央官网这里有一篇文章哈，大家唔知道有看了无？因为你们初级班可能较无看到，较无看到哈。我官网恁即马来恁拢家己注册啊。我看咱即马咱挑战的是民进党、国民党，我都讲，伊这是流亡政府体制，挑战他没有用。咱即马是要跟美国挑战，咱这一家的人60-70个，主要。比美国那种台湾小组厉害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让他心服口服，就像以色列那样，美国会帮忙不可。啊，我是讲现在咱大家有这个言则吉言，我给你请教，哈，我给你要求，电脑今仔日因这个那个服务单位给你那个账号弄好，你回去马上把它启动，好不好？一根金融卡你没有启动，到时候没办法用。好，你回去马上把它启动哈。包括你如果说不会用，你请你家里面把那个官网这个账号已经都有了。啊，你给它启动啊，你这样连一波，咱都亚美国亚一波，亚美国也弄阿袂遐，你亚咱去到遐。啊，去阿爸咱都网络攻击进去，跟奥巴马讲啊，奥巴马他现在每天都那个 White House 就是因为白宫办公室，我每天都一个礼拜最好都收到他们两封信，就是他们办公的情形。因为总统现在目前要做什么都。讲，伊就全世界开放了，伊没从咱东方，就较神秘的美国，伊拢没拢来讲，伊种企业管理的方法、科学管理方法，可你知？想惊就是唔知，会发生动乱什么，想惊都唔知。干脆咱人同款，身体有危险都是拢唔知。你较早再根本都癌症什么什么，根本不用怕，都是拢唔知。以后到尾啊，默契啊，医生来讲，我唔知啊，人默契啊，无法度。好，这是咱官网哈，像我这个入面外面，我都不讲话，来伊来，我这1年365天拢挂在家啦。我家里面三部电脑，我办公室三部电脑，我的那个山上，我在一个山上跟那个修行人一样，我在修行啊。但是我跟你们修行不一样，我是苦行的哈。那个我刚才来之前啊，我刚才11:30到这边啊，10点前我在台北的大剑山，戏子大剑山，我还在那边种树。啊，我每天礼拜一跟礼拜五哈、啊、一样，早上我也是从事证券操盘的哈。你看，咱恁叫投资股票，那个大家拢叫无用，我头毛白的安尼。啊！我早起时啊，5点外拢爱去我大将山啊。我去也毋是讲一般人安尼爬山的呢，我去是种树啊。啊，种树啊无厉害，迄钱开落讲台中家讲有迄财团吼，因囝要接业事业，讲要种树啊。哇！伊就开几千万回去种，伊讲迄无效。我去种两，即马种几啊十年，我种差不多3000多丛，啊，种的应该有加一倍，6-7千丛。迄树啊栽，我无开一角银。到目前我挖起300丛、3000丛，无开一角银。这就管理科学啊，因为我的。背景是研究所，就交大管理科学研究所，哈，这个大家去打听应该的。啊，另外一个是大学是应用数学研究所。啊，我跟你 marketing 一下，万一你扣掉，博士研究所弄掉，一个是台大物理研究所，另外一个是清华大学，这么不啊？动力机械研究所，应力组、应用力学组，好，不然超级的那个引擎应该是会我发明的。但是我发现我不喜欢当工程师，我那个15年前我赶快切到那个。管理的，但是我不切到气管，好，气管太属于企业，尤其台湾的企业根本不是企业，都帮国民党这边捞钱，好，我还是投入管理科学，因为配我的数学、物理，还有那个电脑，我电脑很强哦，电脑很强哦，啊，这些里面我都是，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哈，下面有一篇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它删掉，会在挂这边挂好多天了，哦，还好还好，我不是我的哦。You are not you， 哇，这真严重啊嘞！但即马我咱张迄个潘副主席来讲哈，
啊，搁拄来下骹，我下骹接来一个郭教授会甲你讲吼，我不，啊，咱即马我看，自我无看哈。咱来看内底文章，我即马等下先甲这题目互恁，互恁去思考。因为咱这两个人，咱台湾人上村境的人，都出这款问题啊。啊，你讲村的人会好甲大起，我都不爱相信。好，啊，先甲看，即马一礼拜来有几千人入去看，1609个。这是咱台湾民政府内底成年才入去看。啊，你啊加苹果电脑，苹果苹果日报啊，是自由时报，是刚才听那种话，那不止了，大概都10倍以上。所以这个行销效率很高。啊，内底有咱同心吼，咱的同心拢入去发表啊，这个我就带动一下。恁以后就要训练你的头脑。我对阮爸爸讲，现在90岁了，伊逐工就只要甲我剪，一开始也袂晓电脑。啊，我知影，我袂用东方讲啊，老人家你要吼顺通啥，不要给他吼、啊、那个错掉，都要给他刺激，脑部刺激以后他会活络起来。人啊脑筋啊活络起来吼，你该想咩？恁若讲啊，慢吼，伊的高血压喘气，我都晓，我喘气啊，财产该紧分分的嘛哈，哈。啊啊，毋是啦，恁若是讲吼，卖老岁年纪大吼，互咱这少年也无时间，我甲你安尼，你啊塞来塞去，真麻烦啊！甲你吼，像、哦、阮爸爸即马90岁，佫翘倒要去接查某咧。啊，阮妈妈真欢喜，讲建议日较省来遮教麻烦。哈、哦，查某佮伊年纪都歪啊啦，查甫拢佮食闲。啊，阮的年龄哇，看到阮爸爬安尼，我伊就想到我，要是我即逐工爬山啊，变食到180岁，啊，看袂应付到。啊，啊，这是甲你讲吼，啊，来对。以这个咱中央这边哈，有加两个重点，好，红色的这个，这两个人恁该拢办嘛哈。李登辉公开很那种很有学问那种，台湾人都听不懂，以为说他很有学，其实你把他解破，无奈的说我不是我的我啊，其实那个我后面有个四啦，那加一个四进去，台湾人都搞不懂，我就把第一个四拿掉，就我唔是我的我，啊你听我哈。啊！即大家听无，讲伊介学问学问的嘛吼，跟爸加两位靠学问。陈水扁就讲较清楚啊，伊即甲我同款同姓地的人，拄着啥讲？陈水扁做八年过总统，伊讲我做袂到就做袂到，别人来做做袂到，无讲也对啊。顶头的人做袂到，下骹接袂做袂到，真正要做啥你知无？后尾过去调迄个大众政治，甲调来调去安尼，还有恁去调也调啊？你叫啥？改变国体啊？一边一国啊？那有可能？好、哦，你有听过论述过，应该无可能吧？迄、那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直接去迄个香港还是北京，直接去2004就给占位去，就从我徛遮讲，台独代表战争，战争谁跟你战争？当然是美国啊！美国是从日本天皇那边打败世界大战，占领台湾的。啊，伊即卖无来讲是委托一个总经理来讲，迄总经理是走路的来。跟像阮的公司同款，我也是在走路，阮董事长欣赏我啊，无你都来我家甲顾厝，安尼同款道理嘛。啊，我是正派人，我这总经理袂甲我讲骗讲，这个公司是我的，我是一个总经理尔嘛。在座有很多当过总经理嘛，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责任义务啊，不是那个种所有钱的关系。好，啊，我意思就讲，做袂到，啊，这个你甲我回去把它解释，我不是我，我都按得叫清楚了啊，边个该。开始，我恁选我这个总统吼、啊，唔是真正的恁希望迄款总统，我做袂到啦。我顶悬还佫有，还佫有啥？以公司来讲吼、啊，顶悬还佫有迄个叫啥物啊？董事长、董事会，还有总股东大会啊！你这小小一个总经理，啊，恁人讲选举选出来迄个，我都讲选举不一定就是当老板的。我讲两个地方，啊，你也刚辩论这讲的就回事，我怎么用企业打到死？阮死，大家拢死，啊！大家都谢谢指教，个都唔敢讲，啊！我看我起来已经酸，啊！啊！只想想，我头脑我愈聪明，因为愈聪明，啊！而且，互你了解这两句话，啊，就是要解释这个，啊！我内底有说明他们的情形，啊！啊！这个，咱即马这个讲，我怎么要甲你问？我时间的关系，我无要紧，我甲你控制。啊！时间无够，因为一点外钟，我讲恁啊有兴趣哈，国际班还是什么班过来上，好，我会讲较清楚，因为我是数理，可以讲得很详细。啊！遐入去你入去你脑筋，来跟电脑迄个应用程式灌入去脑筋吼，你较早遐都拢歪啊啦，什么雅虎啦，什么虎拢歪啊，什么雅虎你拢歪啊哈，有冇？什么这些通雅虎都通知你，讲你冇用，我你电脑上面你乖乖掉，国民党眼看啦，你往孟姜的通知你啦，你不用当兵啦，啊什么都不用缴啊，那代表什么意思？那些公司来对讲，你们员工明天以后不用来上班了，代表什么意思？那公司要咩倒啊嘛，对嘛？放无薪假，你都惊干呢？啊，即马即毋是放无薪假的一个
他们驻村的国防部长去上七天都来上啊，你知影上嘛？伊就去看看七天的六天的公文哦，迄公文内底看了，侥幸啊，唔是我请的国防部长啊，上面还有一个太上皇在那边啦、啊。哎呀，出问题我负责未起，啊，咱这台湾人戆戆嘞。哦，我选掉去做总统，我总统才有办嘞。阮祖先甲比，我选到总统，我欢喜干嘞无？我对伊拢放炮啊，烧香。我讲台湾人就是这款死脑筋。咱是要做专业经理人啦、啊，总统就专业经理人啦、啊。啊，经理人，你专业不好，你好，台湾人安尼吼，讲讲说，好，我讲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of China 是什么意思？中文叫中华民国，啊，有一个国就国家吗？我的家里一只狗哈，小狗哈，叫做李大狗，难道是国家吗？他有贤妻啊，他要吃什么，我也用贤妻说要吃麦当劳。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啊，用英文看，好，我们看英文 ，Republic of China。Off， 你注意那个 off。恁有去多企业，有看外国来银行，比如讲我啊，银行哈，你有 American 啊 ，Bank of American，Bank of American 啊 ，Bank 也可以当银行，也可以当那个河岸边的哈。请问你去台北中山北路，还是台中的那个金华区，看到一家 Bank of American 或 Bank of Australia 一样啊，公司一样都有 off。因为我是理工科的，我都会对比，所以我根本不用华理论述。等到华理论述，我在小学、国小、高中就知道它错掉，所以我从来没有加入什么政党。好、哦，啊，我爸爸气干的嘞，像是讲我讲控制啊，你竟然看，看人分，我讲我无必人分，因为他们数理一定输给马英九高中数学考48分，怎么可以跟我这个考98分的比呢？对不对哈、哦？我被操蛋子。Republic of China， 都要用银行对比 ，Bank of American，Bank。Of American 是强调美国还是强调银行？请回答。银行吧。那这个呢 ？Republic of China 是强调前面那个还是强调后面那个？中国下面的一个制度，也就是一个官僚体制，中国之下的 Republic。还在不？这个数理的解释就很清楚。哦、尤其我写肌肉论很强。啊，过落来，因的兄弟也该赶出去哈。哎、欸，我甲改一下。哇哈！那个共产党啊，讲啊，前面个跟一个 People's 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同样都是 China 啦，就是因是共产制度的中国啊。大清帝国呢 ，Qing Empire of China 也是都属于中国，所以他们都属于中国。中国现在不同制度，就等于恁家恁兄弟啊，赶快从我姓李，我这边啊啥，拢赶快姓李，就是这个李的国家来对分的不同的继承一样。就像王永庆一样，台塑集团现在目前掌门人就是王文良，啊，前一阵是王永庆，啊，这叫简单，啊你还要上华理吗？这个数学就讲了很久，英也、欸、不用数学，英文你们国中都学过了嘞，这国中拢学过啊，恁 off 老师不给你教吗 ？off 是什么意思 ？off 是什么意思 ？off 就是工程就叫多啊嘞，对，构成元素啦，国家构成元素有四大元素，你会白讲啊哈，白讲，那昂呢？好、哦，阮秘书了，大家，阮遮遮侪专家拢红，就是讲吼，哦，你这不要酒啊，这不要酒，不是介多哎，囥你遮做红啊，啊，这边都买，我随时甲扫掉。迄 people 红台湾呐、啊，咱台湾家己无播，共扫袂掉，煞红，甲咱家己本人变作啥？变作新妇啊！咱本来是日本皇帝的掌上明珠嘞，黄花大闺女，像阵嘞大日本，以明治维新以后。我当然讲一下，我去美国华尔街，当时台湾这个政府发行第一个那个认购权制是我负责的，因为台湾这边派过去是有理工科了，去美国那边学习半年，把他们那个产品的设计搞回来造势。我跨给好，还、哦、有美国真的厉害，也信任的国信任的，他情报都会给你。像我们林博士，为什么美国给他那么多的情报？你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啊，中国都没有，为什么？我一样在金融方面，他给我一篇1907年 Formosa 是大日本的意思，在美国华尔街发行一个金融产品，1907啊，不是2007啊，1907中华民国这个政府都还没有诞生啊，当时就在华尔街发行一个，他回来要好像八百万的美金，那是很大啊、哦！现在折成现在可能是几亿的美金了。他回来要建设台中某一个电厂，我不晓得在这有台中人应该就知道。你看，
你在台湾资料历史在吹，我们郭教授等一下就你问他，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知道，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才就很多了，因为日本让准到明治维新到德国到北美去受训，回来人才在日本因的社会不多生存，因为那是那个终生制的嘛，那位置讲的哈啊，所以新人像我这种三四十岁、四十岁回去没位置，所以因鼓励到满洲跟台湾。所以台湾因为那边新的人才、新的制度弄下去，所以八田的意义的什么，我们的水利、我们的森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卫生，哇，都全世界一流的进来弄，啊，结果战败以后，竟然被红啊，脚踏开来讲咱是降龙哦，啊，所以我这讲的我都是爱卡，啊，这不要怪因，是咱该喊病，该喊病，哈、啊，我放一条歌恁听，恁听者，恁也袂考，恁都不是台湾人。啊，这个哈、哦，给你感动一下。结果在山顶想，跟那个我们那大师一样，就在山上走的，想要怎样到凡间来哈、哦、传道。这个台湾它原来的名字叫 Formosa， 有没有人对这点反对的？哦，你去查，原来是 Formosa 哈、哦。台湾是靠在台南要台湾的哈、哦。他是我的母亲，没有错嘛？刚才是我讲，他是我的母亲，他把我从一个落后的地方带到文明的社会来，哦，我都要讲，我爸个证明者，伊九十岁，伊讲较早伊就伊从线就看过这個情形，好、哦，啊，这网络上跟有辩论，啊，我甲回复这个叫个 break， 就不是外国人是吧？台湾他的国籍，不用怕，这个现在 Google 很厉害哦，你写中文写汉字写他，你只要按个他可以帮你翻译对方的语言，他们那个事务器帮你转。台湾他的国际法律身份地位可不是你提到永远，就是现在被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占领。啊，欸，不是说美国一直在占领台湾，它曾是民免归属，掌上明珠。它原来名字叫福尔摩沙，它是我的母亲，也是在座的母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受中战旧金山合约嘛，哈，啊，那规范以后，它担负起了战败的，就像我们在座有是一个家庭的大长女的话，你家里面家道中落都要负起那个父亲在外面欠的债，啊，那可能要轮流到红尘里面。啊，台湾现在目前就是这样情况，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六十八年到今年，它可历经了沧桑，包括现在。啊，我们现在还有在座的时候有知识来这边参加这样说，已经太慢了，太慢了。啊，人家已经蹂躏了我们。好，这个捧过追婚，大家应该有听到，希望啦，唱歌啊。啊，带着您慢慢思考，看伊的境界，这个囡仔，这怎么囡仔，都是较早咱。伊较早过遮幸福个，啊，较早去因个苹果园里被人家当奴隶还债。嘿，追婚是什么意思？追婚是婚差点，同样一个苹果园，但是已经不一样。这声音能放较大声吗？听我讲啊。好，您注意看那个境界，因为日本演歌那个境界，不是咱台湾那遮爽啊嘞吼。你注意看他的，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啊、这后来因为战败，就如同台湾一样战败，被人家这样一战，啊，他的神色是这样。啊，这篇你讲啥？我编制的。是我编制的，我从日本的红白大队好几年前了，大概五六年前，我把它录制下来，然后放在这，因为我感触良多。我到美国去，啊，到其他国家可能都会被人家看不起，这个是典型的，
啊，他那个神态，他已经跟他爸妈妈已经分离了四五十年了，如同我们跟日本天皇已经分离了五六十年了，啊，很悲哀，很悲哀。台湾人基本上都写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在各行各业，虽然都小有成就或者说不如意，但是这个都不是大问题，都是不是大问题。我们是谁？李登辉既然讲的说我不是我的，他意思是说他个人那样，那我们整体台湾人是这样，已经六十八年了，三代了。好，伊即马伫想说呢，回想他妈妈那时候，所以那个追婚，追婚不是咱那台中火车站追婚，追婚就是讲到一个婚差点，也苹果，同样那个苹果，他原来是他们家里面的，是他们的财产，结果战败以后，母亲被抓到东京去，可能当去从事性产业还债，但是他在苹果园里面去当奴工还债，咱台湾即马就是。所以你不要给我讲说你当董事长、当董经理、当医生，那个都没有用，那个是国民党给你的，没有那个没有给你的话，你没有办法跟我竞争。好，有没有？我们希望台湾人都跟这个声音。你看这个标准，我们大日本那个林口枝头，安了哈，有一句话叫什么？渭城吹落北风中了哈，林口枝头寒香死了哈。不愿被吹落在北风中，这个是大日本的那精神，大日本的精神。但是中国来了，把我们教成唯唯诺诺了，不敢讲正经的话，都是唯唯诺诺，写那种道貌岸然，写那一种温良恭俭让。我最不喜欢温良恭俭，像我在公司里面叫温良恭俭，我都马上请他走路。那温良恭俭的中国那一种会欺骗人。但是我们养成说温良恭俭是很好啊，像马英九这样温良恭俭很好，结果好不好？结果我投给他了，你不要负责任了。当时我们在座很多女孩子投给他，都是温良恭俭让嘛。啊，但是我不是说你没有投给马英九，投给另外一个人是对的，投给另外一个人哦，搞不好更惨。养靠养小猪起家的会好吗？好，这边安了解就好啊，哈，这是讲让恁大家了解。啊，过一篇哈，过落来。好，这是伊啊，因妈妈向阵要去用来东京去两阵。伊足想因这个查某囝，啊，伊甲囝讲，伊也足艰苦的，就是咱台湾足艰苦。我即马来放第二篇哦，即、用外国的迄个冰岛那一边的一个，Made to Be， 应该大家有听了，美国有一个，演唱过，那冰岛那个更好，啊，这 Made to Be， 我这也是我把它编制过来。就今天你看这个两个影带，大概就知道我们华理论是要做什么，就赶快把台湾恢复正常。啊，这个就是他妈妈告诉刚才那个小女孩，她那时可能是十几岁了，她一定会很悲惨，就像我们台湾很悲惨，被凌虐。Made be， 你看 Formosa 是我把它加进的。啊，注意看喽、哦。啊，他妈妈告诉说，晚上的星光可能暗淡无光，以前我跟你在时可以很幸福。啊，对哟哈。那个荧幕就是我们很悲惨的被人家卖来卖去，好、哦、那个荧幕，啊，姨妈妈一直告诫她，你要坚强起来，坚强起来。啊，你会很孤独的旅行，包括我们现在都很孤独，不管我们个人，或是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这个老早被你们真的都很孤独了，啊，虽然没有错，刚才讲说大家被安排去求功名，去念书。大家都做得到，但是到最后回首一看，台湾怎么还是这样？啊，这歌真的很感动。你一生年轻的时候听着，你真的会流眼泪，真的会流眼泪。啊，刚才是苹果追婚，啊，这么接起，啊，这个以这个艺术讲，那个黑暗都已经降临了。啊，你爱相信，啊，要相信，要坚持下来，你将会发现到你的路途，你的路，就是咱即马台湾民政府用华语找到我们的路了，啊，无你也靠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还是什么遐有诶无诶台独哦，跟台湾哦，会弄去弄掉。这句迄冰岛话就是说，帷幕黑暗慢慢的盖过我们台湾了。你看这个什么大统牛吃了36年，我们台湾人还不知道，像你们现在长胖胖那个要小心啦、啊，那个都吃大统牛啦，还有前段时间毒面包。啊，这个是嘴巴吃下去了，脑筋呢？脑筋靠耳朵上课那个听下去，看报纸、看新闻那个都是毒啊。所以我后来前几天跟美国的朋友聊天，哎，你最好不要娶台湾人，那个都很毒了。你有错都很毒啊，毒到最后繁衍下来后代是很毒啊。你看我们的后代都八代八代嘛哈。
你在跟他讲话，你怎么听无啦？听无，听无，我外爸把囥去头前，他马上听有。你爱骗台湾人就是安尼。你爱骗外爸嘛？卖讲外爸啊，五千块这么吼，景气不好，伊就吼华丽论述我赞同。啊，下个月哈，民进党举办参会，他又跑到民进党去。啊，下个月哈，国民党举办什么什么爱心活动，他又跑到国民党。啊，这竟然都是咱台湾人。啊，你戆戆说，跟苍蝇一样，很悲惨啊。啊，你 When the night is overcome， 说当黑暗夜过去以后 ，You may rise， 你将会就像那个伊巴拉那样，他一定要站起来。咱台湾人讲，你将发现到太阳。就光明的一面，我们现在用华理论述才有办法啊。那我希望这两篇你们回去都找到，你回去再把它听一遍，要告诉你们的小孩。我不相信这两篇没办法打动你们的小孩啊。那现在问题我发现了，你们回去不知道想告诉他们说在哪里找。糟糕，这个就是我们输美国的地方。美国就是说他们都会电脑，所以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来这边哈，义务的帮大家开一个电脑课好不好？但是我开电脑课不是在介绍那些什么的，我直接就想说怎样跟你的美国的朋友联系，怎样把这个影片给他啊，怎样跟他说 I love you， 哦，和你刚下跪啊的美国哦，结果是奥巴马说到哦，奥巴哦，台湾人太厉害，让他恢复自由身，哦，我们再后啊，你要 ignore 啊 你 ignore 的一个生活啊，我们要 ignore 什么生活？刚才那个美空云雀就是那个苹果小李啊，他妈妈 ignore 给他，但是他妈妈在东京。因为战败被人家拖去当奴隶去了，啊，那现在就由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华理论述来把它引诺给我们已经开出未来执政的那个民众的社会福利，我们开出来了，以一个生命周期哈，从小孩到年老，我们都已经都把它规划出来了，啊，当然你只要在这里台湾上这个人民才可以享受到，好不好？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后面抱歉，可能没有听清楚啊，因为。那个记者他没有把那个喇叭接到后面啊，这个真的放出来，我在台北或是在我证件业的话，哦，证件业不是投资分析吗？我第一个都放这个给他听，听得好，痛哭流涕，他就知道要买哪一档股票，结果都买台积电，哇，大赚，大盘大跌，这台积电都创新高，对不对哈？啊，台积电跟 TCC 是不是很像？都 T 开头了吧 ？TCC 是什么 ？TCC 是什么 ？TSMC 是台积电嘛？TCG 是吗？啊，对，啊，记得啊，台积电已经创新高了啊，现在还一档股哈，还一档股那种正要孵化，从蛋里面要孵化啊，那个营养混很崇高，那个蛋里面都是华丽啊，华丽在里面啊，不是那个民进党那款的欧北部的，还能写出来拢无型的。好，啊，多啦，这两篇是较感情哈，咱这么多啦，过来看一个那个，咱这么真正要入去。好，陈锡忠。刚才前面那个悲惨是跟这个人有关系，跟这个男人有关系。这个，刚才前面两边那个都是我编制的，后面那个你看到那个编制人是我买丽丽，在什么？就刚才我去爬山那个地方，这个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我赶快弄这一家，我服从于那个程序，我不会，我因为我是硕士博士，我在企业界当多高，我就会摆脱了。我还是要坐在那边，就是坐在那个穿。后面第三位那一位，我坐在那边，初级班、高级班都坐在那边。这个是我们 Roger 林带领了我们288位去告美国。这个国旗是你们上初级班会颁给你，我丢回去刚好是10月25号，李旺政府讲的光复节，我没有，那一天就背着这个国旗爬了1000阶到我那个戏子的最高山大尖山，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你的旗子拉下来。然后挂上去这个，然后请我家里人帮我在旁边抱。这个国旗是这样子，美国国旗的。这个陈旗就代表刚才我的妈妈被他占领，就是这个人的。我要他负责任。你们有没有这种胆识？你们在我们现在在民间在台湾的公司行号，你会加入？你们受到您念，你们有没有受罪于法律？我调查一下。到现在你有经历过，不管被告或是告人家有。经过司法人请举手，你看，好，大家回头看看，只有几个，可见我们很容易被人家欺负。那个法官、法院都是我们缴税的嘞，结果我们都不敢去弄，就忍耐啊，希望后代有人像我这样读到硕士、博士有用吗？有没有？你们现在是像你的儿子读到硕士、博士啊？我像我这个读数学、电机又管理的嘞，
啊，我们那团都是这样的，到最后看在台湾哇，糟糕！啊，这个免看了、啊，这个描述整个法律诉讼的情形。我现在就是要替我妈妈，就是那个在苹果园那个最后你被分开以后追回来。啊，我家里我公司也是很多案例也是靠法律诉讼讨回公道的，就由法官来判决。啊，那我再举一个民间台湾那个。台塑集团大家知道吗？在座位有买股票，应该他很多公司。以王永庆这个好像日本天皇一样，台塑集团就好像一个大日本帝国。王永庆除了一皇、二皇、三皇、四皇、五皇、六皇，啊，他在外面不是有一个罗家，姓罗了。我想在座应该很注意，罗家他从小就跟王永庆住在，他们了解就知道是王永庆的。如果找不到，他们在事业上打拼都比台湾人更优秀啊，更顺利，所以他无后顾，他们在中上阶层。以台湾人我们现在数学，那个我何必跟人家这边竞争？我过得好好的，但是没有，他传统的观念里面，他在王永庆还没过完贵翁以及尼埃，他可以用法律经过法律程证明他法律哈，法律经过法律不能说我就是王永庆的，我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知道是不行，不能讲说我是住在台湾，我就台湾人哦，你经常被我们林博士把你否定掉嘛，他用一个你住在。国宾饭店就是你的吗？不对嘛，你住在你们社区，社区是你们的吗？不对，你为什么要缴管理费？如果是你，为什么缴管理费？你的先生也不是你的，你的太太也不是你先生的，不然他你怎么薪水要交给他？你的什么都要交给他，而什么到最后还可以离婚？只是你的怎么可以离婚？所以台湾人啊，真的受中国那个文化，王永庆的罗家，经过法律过程，包括验血什么那些。确定是王永庆，法律啊，法律著名了，不能只说我小我们他做的。结果你看，人家经过法律什么，他根本不用跟正黄二黄这边争。王永庆在一个大城，在香港给他藏了1000亿的，我老婆在你台湾搞，咱环境破坏，唱给香港啊，唱给美国，我们的路子，伊的国籍是美国人啊，所以要死美国，你看，人家这些台湾有钱，拢死拢死美国啊，王佑真的是啊，死了，你在美国死的财产有优惠嘞，你知道？所以美国因为这些财团都是美国培养的啦，而是说经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啊，崔台清培养的，其实都美国指名要他们的啦。哦，我爸爸那时候看眼光光，唔知啊讲啊，咪要去波兰拍，所以啊，大概辛苦，台湾真辛苦啊，读硕士、读博士，加马英九48分，你要拼，要拼到你要死要活，对吧？然后我过落去，就是意思讲，咱台湾人的身份，你家己爱去争取啦。啊，办一个公民身份证那么难吗？啊，300块、1000块搞不清楚，还在那边问，赶快去办办嘞！法律虽然都很没办法，啊，起码安心了。说我代表我这个是王永庆，或者我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当时的身份嘛，就是刚才黑白的唱一条歌呢嘛。好，拍摄我讲较严肃了哈。啊，我有时间无遐尼济，所以拢讲这较严肃，好大家来啊，哈。我这那开车出来，我都用 Google 哈 ，Google 就好像我们台湾民政府啊，我那个雅虎啦什么那些我都不用，那个是跟民进党、国民党一样，我都不要用。好，啊，今天就要进入咱的主题啊，因为我的题目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脑内革命。这里个记起来哈，这个因为我是管理科学所，我知道问题点，包括不管在美国，在我们的社会。对，都是脑的问题。像今天我从我山上滚下来，不是我的腿自己跑过来，是我脑部下指令，啊，或是上个月以前秘书长有赶鸭子上架，说指定要我一定要了。诸位也一样，今天会来这边，难道是由你的脚自己走过来了吗？不是吧？你脑决定经过，哇，要喜欢人家李成龙去上过逮你，啊，我别个输也输，那我们输定跟拼过来，所以是你脑的决定。但是台湾的教育里面都没有上到脑，除非你是医生，台湾，所以你到最后你看，连那个旧金山河也不让你念看，啊，领导啊，您做工那个房地产，所有钱都不给你看了，你敢进场吗？你看啊，从我老爸这么我弄个直条条的，我弄个保护，我你别去我给那些钱庄先来保留给我，哈哈，那么钱庄我去到那个年代，跟您去外跨运来哦，来去我都惨嘛，我都过过一世人过不了。啊，我讲大家也较聪明的啦，啊，最聪明哦，那
聪明是这个脑啦，不是这个人啦。咱头摆讲哦，中华文化讲，哎、欸，你这个人才好诶，啊，这个人才歹，拢唔对。咱人是经过身体，经过身体过程叫做 body and the head， 啊，叫做人。啊，你免讲这个人好歹，你脚能才好诶啊，你脑就能才，你喙能才好啊。啊，就这个脑吼无好，脑啥来无好，你知道？啥脑无好，你知道？我即摆吼用这个来解说，这用。管理科学里面有一个模式，咱会产生问题，大部分拢来自于需求，啊，需求不满足。咱怎样？咱谈恋爱哈，不满足吼，那醋烫啊起来就要甲对方，迄就不满足咩嘛？啊，你想要赚钱，要赚一百万，还是讲一个月月房要五万？啊，无啊，即马经济部拢给你两万三嘛？哦，你就按心内才有做嘞，迄个问题产生，啊，你拢想要偷懒，想要跳槽，迄度。啊，我即马讲，这是。管理科学里面了，我不讲气管了。我们现在口，我要什么气管？气管是很狭隘的，就中华民国是很狭隘一样。你不要讲气管，管理科学，管理要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台湾的问题要用科学的方法，华丽就是科学。好、哦，不是人情世故，不是讲我喜欢。我以前看在几十年，我讲我只要我喜欢，怎么不可以？有没还西人在这讲，恁囝拢登来抢我喜欢，怎么不可以？就西了，台湾西了。第一个一定生理需求，以这类就是金字塔里面以人来人类，不管你是全球啊，是美国还是台湾来人口来分布，生理需求已经占最大的。咱这边拢吃喝拉撒睡，我相信大家无用都吃喝拉撒睡，啊，已经无后顾之忧呢，还是一直轮回在吃喝拉撒睡，啊，不满足人还是生了，这个台湾的悲哀。啊，西方人会厉害的话，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直爬上去，因为社会让他无后顾之忧，打棒球就打棒球，像我们王建民他不用去担脑这些啊。他可以把棒球打，和我们吴宝春面包大师，他不用考虑说，好、哦，我到迄个黄带啊，要叫我无多，我可以煎菜什么，要去煎菜面包做的都是用大桶油的，哦，你知道意思？所以生理需求占大最大部分，包括人类动物，欸、能不能？以后哈，哎那个，好看的。和国民党这中国来以后，因为古代是这样，都是满足人类的需求，安尼都迄个迄生理需求啦，跟动物，这哈，生理需求哎占最大比例啦。你看恁台湾，还是恁社区，还是恁岛的人哦？你看恁岛的人，你做家长的人烦恼干嘞？啊，伊拢唔是啊，拢生理需求啊，要谈恋爱，要买电脑，要买衣服啊。啊，过来讲你这生理需求满足了以后，像连战哈、哦，有钱哈、哦，无后顾一次什么都没问题，一个便当5000块那里吃嘛哈，有，哎，这惊死的啦。好、哦，所以安全需求出来了，咱也赶快来卖光连战啦。好、哦，那这惊死的，咱来参加民政委，这惊死，惊叫中共你去嘛哈。哦啊，家己有，马英九甲你牵去因外家出去嘛，啊，所以安全出来了。啊，是讲恁家吼，开几千万买厝，哦，即间小偷吼进来闯空门，所以你装很多铁窗就安全嘛。啊，你社会上你讲怕人家抢你，说有治安嘛，有法律嘛，所以安全出来了。啊，结果台湾很清醒的，装个铁窗都在关自己，啊，这离谱哈。我们设定的法律都在关自己，都不是在关那些坏人。啊，你有安全了以后，恁对恁家拢才安全呐、啊。无人甲伊抢，恁某拢对恁翁拢对较好啊，啊。不过，啊，我去坐这可能安看，恁今仔家是不是很安全？都很安全。到今天有没有人在这边拉肚子？因为有一个老师经常说，你们没有做就拉肚子，有没有拉肚子？啊，没有了哈，代表这边很安全了哈。啊，再安全一摇，你这个地方是今天在这边有归属感了。明天下完课，你们会继续留在这边吗？你们归属感在哪里？你们建立起来温暖的家嘛，所以要有归属感。现在台湾人就是没有归属感。刚才那个 Hibala 已经唱出来，没有归属感，没有那个苹果园当时小的时候那一种情绪，没有归属。所以你要安全以外，还有一个归属感。好，现在问题了啊！明天下完课，你们都啊、哦，车、高铁、飞机搭就等一下我也是要等一下我要回台北要开会啊，要回我们看那我来以后，我们山上树有没有被盗砍？你有归属感以后，你到那个回到那个家哈，我们家哈，你是回去是让你的伴侣啊，你回来了啊，你累不累？我准备给你安娜安娜，要不？啊，你唔是，等下你安，我你走下去，哦哦，好，你无爱啊，
哦，绵羊哇，但这边家庭人都下班以后回到家了，但是回家糟糕，比公司里面还火大，那就不爱嘛。好、哦，那小孩怎么变成？所以你这个还要有归属，归属到那个地方以后，你里面还有爱哦，爱哦啊，这些都满足了以后，就希望人都达到了，叫自我实现。我们有几个啊，像那个李远哲，下面这些都满足了，但是。后来自我实现，或者是王建民，下面这些没问题，很容易就自我实现。啊，像我这样，这些都满足，我可以去种树，好，自我实现嘛。请诸位，诸位在这边，有些比我年长，有些比我年轻，你们现在储存在哪个阶段？好，我希望是我是用美国式的上课了啊，不要说听一听的考试都会搞到这自己物理问到不准。请问你们现在自己处在哪个阶段？那你怎么有办法跟美国比？怎么有办法跟德国比？德国人大部分人反过来是这个已经都占到最高最大部分，下面这反而不少。请问，包括我们后面的伟大的一些哈专家，你们自己现在存在的，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会种树啊，我自我实现，起码我种树都不用花钱，种两三千棵就自我实现了。啊，我直接用在美国上课人了，他直接下面就挑战。他们直接就挑战说我在哪里，好，他们要发明什么以后的时空机什么什么什么，以后人都不会生病，哦，就在挑战自我实现，啊，哎，这怎样？这我们怎样？那人现在我们台湾民政府是讲 Roger 林博士，他是要带领我们要往上面自我实现，啊，那我们人生自己也要自我实现，好，自我实现就是说你自由自在，在个民主社会，你自己追求，你是音乐家。你是文化家、文学家，像以前英国的《哈利波特》，你看那也是一个家庭主妇啊。如果像我们台湾家庭主妇，有办法去写一本《哈利波特》来吗？有办法吗？我看马英九是谁，他都搞不懂，对不对？美国、英国他们塑造环境都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现在要塑造了。以后我们1800万人以后就要往上面来冲。好，那这些要达到的话，我刚才讲跟脑有关系啦。不管刚才前面要达到或是什么，都脑嘛。你们注意看，这个是我用简单的。我们当时在上管理科学，教授就第一天开课就马上解剖你的脑。哇，当时被解剖了，就晕头转向不暇。啊，我后来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真的比其他人厉害。等一下告诉大家，这样的，这边有大概有三个区域，下面黄色这个，还有一个蓝色这个，还有一个黄色，红色这个。你没有看到，用中文写出来，它都有不同的意义了。啊、哦，这一块是临床类人类发展出来，它有思考、规划、判断，所以这个西方人特别强，但东方人哦，都还维持在这生理需求、动物本能这一边，吃喝拉撒睡。所以西方人他的思考，他最这边可能没有在上班，没有在工作，但是都在思考，那个思考附加价值比你在那边 k i k o k k i k o 上班的董事长、总经理穿西装那边开会还有价值，你知道吗？思考，所以我认为大家去培养，你现在手拿起来摸摸你的额头。这一辈子的，或今天你自己有没有在思考？问摸摸看，没有啦。里面都是刚才我讲马斯洛里面的那个最底层，吃喝拉撒睡，阿纳达、尼纳达什么什么衣服漂亮不漂亮，什么打折那些啊，讲到华理论述了，我听无，啊，大家拢阿未做，我就台北这个同事讲，唔要把你酒拢阿未做，我你也跟我讲，我都买个你，迄个地方公司来开除，哪里有一个自我挑战的？还有说别，还有看人看头面，门面叫啥？输人唔输阵嘛，啊，咱台湾人的话，好，无人做我咯，啊。这里很简单，现在这个是跟你有关系了，跟你有脑，每个人都有脑嘛。你哪公你没脑吗？我现在是一直在评估一个人，不是评估你的外表漂亮，你做事能 PowerPoint 多厉害，讲话多么好听。我要的是你的脑啦，你的频率震荡多少，黑龙抽了出来啊、哦！晚上睡不着就脑不好，有没有？现在大部分里面脑很多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怕老公跑了，怕配偶跑了，怕中华民国完蛋了、啊，以后18%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烦恼这些 啊都没有想到，刚才 rise like the sun 有没有？将起像太阳将起，就是我们了、啊，台湾民政现在坐在这边就是那个力量 啊都没有看到这个，那我希望就大家回去把这个太阳的光哈、啊，把它辐射出去，让大家知道。好，我赶快，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快到了。脑里面的正常就是脑、哦，你现在讲脑、哦、不是下面哦。刚才前面讲吃喝拉撒睡都是下面的嘛，所以越下面越没有价值。你看在医院里面哦，医生如果你换来一种，大概都先割下面的，有没有？男孩子很多都是下面被割 啊最上面不能割啊，
脑部不能割，他们最下面的生殖器官啦，大灯头啦，什么胃的割掉，黑龙不好啦，黑龙是基本动物。即马这脑啊，针对脑啊，那你爱表你说到什么？你即马听我讲话，你即马听我讲，听我是不是阴不得进去啊？你会半白，刚才那个脑会半白啊？你有加上以前情绪中是会进思考，然后会决定。哎，我经过这样你称这个，就受到那刺激以后啊，嚯、哦！我告诉你，一定会再上不可，明天就报名。好、哦，刺激来的哈，我别输伊了哈。大概在这种比我英俊啊，怎么会输个我这小伙子？啊，跟参加了啊，都 output 出来啊，下个礼拜高级班领队唱，这是脑哦，所以脑最重要了。脑最重要啊！你脑没有的话，你不要。但是刚才我讲台湾的现象啊，国中、高中三角函数排列组合，让准脑部还没开窍都把你惊干了，打钢球老师搞白白，三角函三角三天然考天然拢未晓啊！这排列组合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期望值啊拢未晓啊！买乐透大家都拼命的去买，哎，糟糕啊嘿！乐透大家拼命买啊！三角函数不会排列组合，要赶紧买乐透啊、哦！我从来没有买。我要买都找我女人去买，输的是她，赢的是我。这类哈，好啊，这个人体啊，整个人体 IPO 啊、哦，你现在耳朵听到了哈，眼睛看到就是上面嘛哈。哦，你看头很重要，我们重要的那个 input 都放在头啊。啊，下面就呼吸吧，鼻子吧，鼻子下来了哈。啊，你鼻子你不呼吸可以撑一下吧，啊，可以撑几秒钟嘛。啊，心脏啊，这个是一个好像电脑里面的 CPU 一样。啊，这个接下来就呼吸系统。接下来消化系统啊，消化系统，刚我们食道、胃这个啊，胃有一些人割掉比较紧，食道、小肠把它割掉比较啊，过来也开好，哎、哦，咱这么好，哎，少年都是弄这了哈啊，生殖器官，哎、啊，生殖出来，国民党、你王中明给人统治下，生下来那八代八代人，大统以为吃下去什么吃得到最后，怎么怎样什么变？后来发现了，我哎，我看一个啊，咱台湾西游记比例那么高。哎，你连乳癌、子宫颈啊，对不对？我较早问阮爸爸卖，较早都拢卖咧。伊讲啊，可能是食菜啥，唔是咧，唔是食菜，食菜愈毒，啊，都是拢食这啊。啊，伊迄就唔是一个监护家己管理嘛，伊就多忙的人。干脆恁家啦，恁爸爸妈妈是斗阵的，凊彩斗阵的，你叫伊生出来，伊家照顾好嘛。多忙都照顾袂起来，顾好。啊，咱若正常，咱爸爸妈妈是挣钱正常这样结婚繁衍下，他一定要照顾嘛。就像刚才。希巴拉那个唱的那个苹果女人一样，她的爸爸妈妈如果不是被人家抓去通缉关起来，她家里应该过得就像我们台湾人，应该在大日本建设下，我们应该不至于那么悲惨嘛？怎么到68年这么悲惨？人家现在马英九要带他们的那个当时一两百万人过来还人，现在大概500-600万要回去了。我们台湾人竟然跟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哎、啊，这奇怪啊！这个奴隶、比奴隶还不如嘞，卑你那样。啊，主人要走了，我们啊，那个叫做是的国贸症一样啊，这是很糟糕。啊，这边是让你知道，其实到最后是资讯战啦，包括脑或什么都资讯，你们今天来这边都跟资讯有关系，华理论说也是资讯有关系。好，那问题刚才我讲，你需求那样，你要赚100万，你要美女，你要帅哥，啊，最惨的，你这第一是你需求了，实际上没办法达到，所以 delta 值产生了，期望值、现行差值。大家民进党、直教都要独立建国啊，那有办法独立建国吗？落差的呢，一样。你社会科、自然科学其实都可以用，社会科学都用，因为都科学嘛。啊，只是因为台湾人去练社会系，都不是科学，因为那数理在国中的时候就脑部，刚才讲那脑部没有开窍啊，所以他们要靠装伪装啊，哦，一定西我只穿西装啊，从哎、欸、我也是专家，啊你敢问了，伊讲谢谢指教。啊，这些都是咱解决问题的程序。啊，不管你什么问题哈，你看啊、哦，是不是要了解现况？像我们以台湾来讲，台湾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就说解决的。第一个是不是要了解现况？就好像医生一样啊，你医要治你的病，你是要会把脉、诊断、了解。哦，你国会啊，你是几岁啊？你是生几岁啊？了解现况嘛。啊，现况以后你要界定什么问题嘛？像我们台湾啊，从历史到现在现况，或者是以前的历史了解，那你在界定问题点在哪里？结果我们现在发现是，我们真正问题是日本天皇死。所拥有，迄个美国迄个十波人跟人讲的，啊，啊你这条你也要分析啊，这模式建立了，你要分析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结果发现就数理里面讲了，就华理嘛，数理里面解决问题也是用定理、毕氏定理什么牛顿定理什么定理去解啊，求极大值、极小值的，啊，那提出解决方案，像我在公司里面解决方案，那个在我这边领了薪水的，你一定要提出方案啊，你不能每天公务员坐在那边，然后养你一辈子，解决方案啊提不出来，提出来没有用哎。你不要说吼，抛一抛腿也会做，啊，结果妈给我公司赔了一大屁股，让我这个
董事长容易狗屁，不是先把你砍了，解决方案提出来，然后我要执行解决，啊，执行你不能自己提出来，叫别人去死，叫人家去解决，好，要解决，像我们抓九零就是什么自己做，啊，解决方案提出来，然后自己告美国去，哇，这个太厉害。如果说自己提出像我们那个什么什么某啊，啊什么博士啊，啊写了一大堆，我写了还输给他吗？但是你看后面的执行行动那个才重要，然后完成的，那过程中可能要一直修改修改修改。这里你放在个人都一样啦，其实我们生理里面的细胞系统组织运作都是这样啦。明片你刚才讲的大脑都这样，所以你要去分析这样。好，啊，那你要解决问题，我刚才讲我是读管理的。强调我不是企业管理哦，我是管理的。什么叫管理？哦，翻译成啊，我还是用中文讲、英文讲 ，management。What is management？ 啊，讲到中文哦，中国是海西人啊，啊，中华民国大概都写个王算算，你知道是啥？那个讲到这管理啊，管理管到想到一个管字，哇，细啊，一个做兵的人都可以用关干的红壮区的关节的细节啊，那看到惯啊这些，其实管啊，这个当时翻译成 management， 翻译成管是很有意义的。管哦，管制哦，管制里底领导有水讲嘛？你开车里底油桶嘛？啊，你如果坐高铁、坐飞机来，拢其实都是一个变相的管制，管。迄资讯就伫底个管里面流动。迄救火、消防队迄救火车，伊也是要用迄个水滴来底。所以迄个管就是讲，你控制这个管的人，迄管啊里底流的资讯，你啊个控制好，喷就掉地方。你坐高铁来搭错方搭。到高雄去，那 TCG 就少你一个精英了哈，就管理出问题。所以管的意思就是讲你，迄个管着的对有资源在流动啊，你是一个管理者，你是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一个总统，你这样把这资源，好像救火队要喷对地方，啊，喷的角度要弄好，好像王建生教人家说那个枕头要怎样弄一样的道理嘛，管理嘛，啊，一样管理。management 的意思就是啊，以这从希腊字衍生过了前面。啊，我怎么用花腿怎么样？我怎么刚才按照解释嘛？花腿怎么样？什么叫做管理？就是安呢？管理就是要解决刚才前面的管理，就是要解决问题，没有什么气管啦、啊。台湾人那就说把它变成气管什么管，这个气死人的管，就管理就要解决问题啦。刚才不是问题产生就是脑部好、哦、落差嘛？我们脑部会骗人啊、哦，我们脑部会骗人，你不要以为相信了。你会问你说会死在水里面会死的，怎么都是游泳的人，有没有？啊，反正是不会游泳的都不会死。这个下次高。高级班，我告诉你，那个跟脑部整个 model 可以弄出来，你就啊、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说，你管理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做管理？好，这边我解释，刚刚前面这个管理我英文的，这边有解释，大概是那个意思。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听了一课，十万块，你气管什么黑有龙、白有龙都不用上。我今天给你浓缩，像印度的那个座椅一样，管理那个数学模式是这个，下面这个 ，Y 就是你要达到的目标。或是刚才需求，我们数学函数这个国中都上过了数学函数，还得低嘛，还需求跟刚才那个落差，实际上的落差，所以你要去修正修正是。像我以前当炮兵的观测官，就是炮弹打出去，要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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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命中目标啊。跟股市一样啊，买进去哇，套了，那你赶快要讲，那把套回来啊，一样，股市里面作战战场一样。这里整个管理就是这个公式 ，Y 等于 F， 括号起来 MIT，F 是函数嘛，大家有学过吧？没有学过 F 的人，请举手一下。国中就上过了吧 ？F 函数啊，比如一加 y， 一加 x 等于 y 啊，有没有 ？y 函啊，一函数一功能的学过啊，这 MIT 哦，这里 F 的是力啦，这 F 的是一个机械或是一部电脑啊，你给它什么资讯 ？MIT 哦 ，MIT 为了大家方便记住哈、哦、，MIT 中国台湾制造 ，M 的是跟 M 有关系开头，比如。Manpower 人力嘛，你只是一个公司，只是一个 CTG 这个政府，你要有人力的 M 嘛，啊，你还要有钱嘛 ，money 嘛，啊，你还有头脑嘛。刚才讲 MIT 跟 M 有关系的，所以你是一个总统或一个总经决策者，你拥有这个人力以后，那你还不行啊，你有人力还不行啊，你还有刚才要有情报资讯 I 啊，还有 information 嘛，要华理论述 I 都是放在 I 嘛，有没有？资讯 information 那个你掌握了一个决策者，你拥有了这个情报，美国给你的情报。日本给你的情报，你掌握住以后，配合你的人力，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这边一直要培养前面这个人力，诸位就是了。那 I 的话就是现在给你相关说华理论述，华理论述日本天皇站啊，日本天皇所有啊，那个日本所占啊，那个美国所占啊。那 T 呢？啊，你有头前这个未用的啊，咱是
活生生的人呢。我们是物理界里面，所以还有 T 是什么？有没有人帮我回答 T 是什么 ？T 是什么？刚才我 MI 都帮你答，那我们有智慧的，我在美国上过 T， 马上有个人都提出来，都马上回答。哎，您只要上课，我都要从一点半讲到单哈。哎，是哎，不，台湾。时间啊，你没有时间，我们坐在这边干嘛？哦，宇宙无敌战舰，上帝就不会让你存在这边。时间，哎 ，time， 啊，个 technique， 技术要技巧。好，我是这样子回来，大概好，你把这个记起来就好了。你都安尼都 MBA 都毕业了，啊，加上华理论书啊，你都毕业了。你这记起来，啊，等下讲好。对啊，我相信你等下哦，领导拄了问题就是弄的，啊，你唔是欠钱就是欠人啊，唔是欠翁就是欠。看报啊！啊！资讯被国民党、民进党骗了啊！啊 ，T 啊，无时间啊！我写文书都无时间啊！那我们叫上华理论书无？啊，即马甲你讲过啦！啊，你去 F 就是你嘛，放心嘛，就是你啊！你要去一个传，哦，干脆咱伫灶卡传菜啊，传得好，弄个腰刀啊呢，出来请操啊！啊，咱这就甲做好啊！你这个学个你啊歪就是咧要达到目的，啊，有时候达不到，你再修正。像我当炮兵，像股市那个。诶，作战观念要把它修正，哇！台积电被我抓掉，还大把躲了了，无要紧。诶，国民党、民进党躲了了，无要紧。主要台湾民政府啊，rise sun， like the sun 的呵，哈，安尼会用了，安尼会较清楚的无？好啊，管理内底细节无要紧，咱下摆也有机会吼，咱再过来研究。诶，我时间较当时，好啊，管理哈，发条了没有？我说管理是为了解决问题啊。阮数理 model 就是做黑的公式嘛，就要针对里面的构象变式偏微分去找就。极大值、极小值，好，这个就在上简单的数学，我没有用很深入哦，好，没有，大概你把它的公式变啊，下一次哈，下一次高级班的什么班，我会看，我现在一看就知道你们，我会问你公式背公式没有？公式都背不起啊，你们哇、哦、怎么跟美国人比？美国现在在已经传掉蛋嘞，你搞台湾这个女人哈，你喊我烂了嘞，啊，咱是台湾人，咱台湾人啊，是查甫人嘞。啊！即马要甲咱去台湾，即马台湾这土地人是美国占的，啊！即马叫迄较些垃圾中国政府先占嘛，啊！即马要甲赶走，啊！即马要给韩人，要甲塞做堆啦！咱这老前辈应该知，迄甲土壤食物塞做堆吧？啊！咱人方塞多，咱人两江都方，和这和台湾这早起来甲恁嫌啊嘞！所以大家学较巧啊，拄啊迄两项学起来啦，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拄啊讲的。官网啊，赶快就去，起码现在弄个帮你自抽，等一下赶快下去拿，你那个棉条都在那边，赶、啊、快就输入啦，啊就你就抢第一名啦，绝食先登啦，哈、啊，我们两个单个登都没给你，啊高级班的什么班哈，赶、啊、快今年底啊就全部把结束，啊明年的重头戏要做了，啊不要等啊我骂你啦，啊凹你啦，妈妈呢，啊这是这个公司凹几家嘛，我都要讲的哈，啊拍摄、啊，我登个哈。这个公式我从个，你个记起来，一定要记起来，你个写起来，这真简单吼、哦，记起来，三角函数较早你袂晓写，即马甲写起来，就是安尼嘛。啊，阮即马管理科学就是针对里面要达到去做构象的变动，就像那个 Roger 林博士他在做那个台湾的华理吼、哦，那一点错那一点对啊，拢把它论述出来，都、就是赶快。啊、哦，理工科才有办法做到这样了哈、啊。那一般的，因为我们 Roger 林博士他也是医学的嘛，跟理工科有关系哈、哦。好。好，那到最后 ，what management 管理是为了什么？管理是为了做什么？军队里面管，宗教里面管理，政治里面有管理，为什么？到最后就是要解决问题嘛？管理是不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嘛？是不是？我们人生在世是不是都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就跟神上帝一样，不用来这边了。好，因为他们没有问题，不会面对。但是人类最重要就是 to do right and right， 哦，两个形容词 ，right 做对的事哦。那做得足水亏的哦，即个欠债哦，你一说像民进党变安尼，跟苍蝇一样，即个错，嚯安尼，李秀莲安尼，笑加入联合国笑啊，找我人来去笑加入联合国，你一冲，人家潘金龙来讲啊，你都去赶快嘛，去找一个男人结婚啊，就变成一个国家再来加入嘛，啊又唔去结婚，啊我靠要弄一个蔡英文，你赶快，啊那弄好弄，啊弄都看那都别起来对面那弄。那个都该讲好啊！讲我这联合国的会员都是要国家嘛，就像你们加入狮子会或者胡伦社一样，一定要有个社会地位崇高的企业界才可以啊！你不能像我这样穿西装就要加入啊！哦，那台湾人去支持李秀莲或是那个蔡英文那种？抱歉，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没办法认同。真的，以华理这样真的我们也很变，就是 to do 对的事，对的事，然后对的事有些人哦丢啊，不过伊阿做了这么水亏啊，因到财产汉这两年又给摆掉了去。
啊，法理论述则对的，不过做起来哈，无难无呢，啊惨啊！所以这两个 right， 这个 right 哈 ，right 要注意哦，这个讲 right 哦，我们在旧金山合约里面 repent， 阿拉什么什么里面的一个 right 哦。啊，下次我会考你们，这个 right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以理工科来解释，太简单了。那如果放弃台湾的主权，都讲台湾主权了，还婚丧，就像放弃你要跟你离婚，就跟你这个离婚来说，我先跟你的心脏，跟你的嘴巴，跟你的大腿离婚，然后其他地方跑到哪里去？所以你理工科一看就不对嘛，怎么还在跟社会系在那搞什么什么哈，说什么主权啊，什么什么搞的，还是什么占领权，啊？就都 right 先 right 啊，这个记起来了。就是讲，咱人生啊，我都要配合马斯洛迄五大需求，恁讨论才好啊。你看哈，到最后自我实现，人哦，到最后最高兴自我实现。像我种七万两三啊，像我一丛啊，我后无倒去卖啊，我卖义工卖那啥啥，我种下去那个树哈，挖起来，看人挖起来，咱台湾人救起来挖起来，啊，搁看树啊哈，安尼循光合作用，伊喷空气。啊，嘿啊，我以前的情敌，看我水。弄来呼吸我那些树呼出来的空气，连奥巴马哦，在那边也是要呼吸我的空气。我比宗教还伟大嘞！宗教只是那些情人跟他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那，我种树哦，你讨厌我，你也是要呼我那两千棵树去。哎，那两三千棵树用大叶的，我把刚好你看高级版。哎呦，我特刚安呢，跟咱罗杰林秘书长一样安呢哈。我是小孩，不停的胖，他胖，落天山、刮天山都胖，而且空气进化。啊，咱台湾咱这么世界都遇到。什么气候暖化，什么什么，啊，我就做这个掉啊嘛，啊，无恁去念阿弥陀阿弥，有办法改变气候吗？啊，好啊，这边应该是差不多了，啊，这个下保持下一次讲哈，这个是真的主题，我这个分析很清楚，会让你们叹为观止。你陈伯自来，什么自来都没有用，啊，蔡英文来最好，你没有办法。这边有没有叫蔡英文的？要不要上来跟他辩论？啊，这个我不讲哈，这个我大概秀出来就这样，我会告诉你说，我现在台湾。那个符号等，学过数学应该知道不等于哈。啊，这个公仔太精彩了，这照片。啊，这些公式到最后导出来就是那样了哈。啊，这个导出来，台湾不等于 Chinese 台北，那基本上可以有 Chinese 台北惯的了。其实它的国际认定就是 Chinese 台北啊，他一边拍单打工，我也是一个正的台湾人，查甫人，啊，其实伊是下骹无的查甫人。李莲英嘛哈，他不要大清王国没有，他最后一个啊，管他慈禧不慈禧，赶快跑到祖宗皇把你一个大大黑了，你等因故乡买台重要了，赶快了，逻辑是这样，那能够找不到，所以可能要保留啊，台湾不等迄个一卡波迄个杂波的哈，查理是台北啊，伊本来就是从这个架杠的杂波人变作安的啊，这个杂波人跟。就是盖兄弟啊，这是兄弟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是即摆甲恁骗人讲，迄个这查甫人，这其实拢属于中国嘛。刚才不是 off 吗？刚才我讲 off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们把 off 给记下来，回去查维什么百科全书或者查维华，那都不用骗去啊。啊，安怎？哦，这安尼简单啦，这外国个就安尼尔。啊，差不多嘞。啊，以正常啊，在外国拢爱 Q&A 啦。哎，那个后面主席，我还没有时间让他们 Q&A， 还有十分哦，十分哎呀，十几亿的人，啊，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有没有问题？或者是说，回上起来跟我拍马屁一下也好，说啊，李老师，今天你上这课让我玩的恍然大悟也好，对不对？好，我没有要问的啦。好，那没有问，我要丢给你们 formwork 啊。刚才问过，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为什么 ？off 啊，对对对对，你看弄改么？哎，那个为大代表啊，哎呦，1949年是国家了，哎，1949年以后就不是国家。我说你胡扯，这个都是中毒太深了。用华理论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跟中华民国兄弟了，都是制度体制，跟大清王国一样是一个制度，它是属于中国。中国是从秦朝。统一主权留下到现在，李登辉、陈水扁都是在中国里面这家公司上班。我一个哥哥如果都是在一个黑社会的公司上班，我哥哥是坏人，不会因为他是我的哥哥，我就是认为他是好人。台湾人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说啊啊，
看人面啦，啊，都我兄弟啊，都大家好来好去，唔对啊，我是六亲不认的人，我是要陈定南一样，陈定南是我同乡的人，我是很强硬的人，我不会说，我这华理很强，啊，又数理很强，好，所以你既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啊，不是说因为他灭亡，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国家，你去看他们的公告文，他们讲中华中国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政府制度 ，China 才是国家。Of 嘛 ，Of， 不过，好像那个对比个银行 ，Bank of American，Bank of， 就是说这家银行是在美国注册的美国银行，他强调是银行 ，Of 的前面是银行，不是国家。就是说你跟你兄弟一样，我叫做李大炮，我的哥哥我叫做李小炮，我哥哥叫李大炮。啊，难道都有炮就是真的炮吗？不是吧？就是我们是李家人。啊，这个是很简单嘛，这个用数理就很简单了，不要用什么华理了，华理大概讲到华，我跟华冠律师就，而且数理就是逻辑嘛，就是脑部那一边。好，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好，而且那论述那个，我想大家都在其他我们前辈老师里面都讲了，我是比较用管理科学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大概是以这样带进来，啊，包括我也讲到我的。这心相印哈，这句话到最后是，除了刚才管理公那个公司有记起啦，那个管理公司有无 ？Y 等于 F 就是那个机械是力啦，是一个国家里面有资源，我把它分成 MIT 很好记啦，就是我们产品在台湾制造嘛，啊，安尼记起阿伯，你等下您出来对我修 MBA， 你甲抢落去，哈，你甲叫阿伯要你过来甲用网路跟我联系，啊，你唔通用卡电话，卡电话你叫中华电信摊个爸爸，你用网路。用免费，几点钟了？啊，搞到最后讲这里、個，讲、哦、这么美满，哇、哦！苹果也在那一边，太阳也在那一边，星星也在那一边，华丽也在那一边。啊，那时候中国文化就以为讲，那台湾知识分子的话，没用呀。西方没有这样啊、哦，西方没人讲，台湾都讲科举公务员高考级别，高高在上啊，18%一个什么终身俸5-6万，诶，我那年纪5-6万都得我拢跟算。如果讲你这吸血鬼，我即马特工只情况咧，种树啊，炒股票哈，缴税都养你这一群人，啊，养了你每半年就去什么欧洲旅行，什么危险啊，都我中了事都不帮我照顾，哇，还看到我拢紧张个，假如讲伊来对每个月人家退休款5-6万了，看到都是我缴了嘛，就在这次会缴给他了嘛，哎、啊，对我们台湾没有帮助啊，啊，还跟比跟大桶油一样，到最后要达到这边，有一个。佛教，我们这边有大师在，禅宗里面有讲，解了解的解，解行行动的行，解行相应，解行解就刚才了解华理什么数学了解嘛，你都了解啊，但是我们现在都用来考试啊，考的是社会这个啊，你第一名啊，这供奉你这跟阿弥陀佛或是那个土地公庙要没前一早沟通搞的，好的，不是哦，还要行哦，了解以后还要行啊，相应哦，你不能边掐左右不对啊。解了解以后，像我们现在了解我们台湾的身份地，我们都要叫悲惨的哈，一个啊，伊巴拉成为的苹果追问，还有冰岛那个女歌手唱的那个真的都针对台湾了，还有到最后我们罗九林博士去告美国那个国旗，我背上到我们那个一千街上面的，你们去背背看，背上去了，明天那时候我们罗九林会颁美国国旗，没办法，这个男人占领我的妈妈，我要他负责。哦，虽然我不愿意让他生的，但是他搞把我搞出来，我要让他负责。就像王永清在外面生了三个裸了，人家裸了就要找他，但是我不会改姓裸，我他也不会三裸三个裸，我也不会改成姓王，对不对？人就有这种骨气嘛。好、哦，解行相应，细节记起来。啊，请大家把重点放在行。好、哦，男人要很行，女人要更行。啊，行是行动的行。好、哦，我们去。罗教练带我们去告美国，就行动嘛。啊，那个李秀莲只在纽约那边几个，我们要加入联合国，那个是行的，但是那个有用吗？还是背后人家给他金钱，你机票买给他，他就带领几个拱退役兵的，要挤一挤，就啊一次就可以领几十万呢。我也会啊，啊像我们大姐，如果说我明天给你100万，我到我们大尖山那边喊三句，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戏子变成一个国家。你爷爷你有我这个有500万喊一喊，也没有什么风险了、啊。李秀莲都是安那样，对吧？啊，讲到华理是吧？你别给他骗了，今天弄社会系了。抱歉了，我讲社会系得到人家啊，抱歉了，我今天是会场里面讲就好了。
你们回想你自己或是你的小孩，是不是我在重复？是不是因为三角函数，那个排列组合很惨，国中、高中是很惨，所以他，哎呀，不，我厝的还有一个读大学，那个年代，那阵录取率甲组13%，乙组大概2%，哦，我背一个大学出来哈，你那放伫个心公妈的顶管啊，才出不去。起码不吹管出院费也开讲，我查某囝是台大，我女婿是哈佛了，哈，啊拢无讲伊考48分，你真正对吧？都爱迄个神啦，好，卖只搞做 PowerPoint， 啊，恁我讲开玩笑，恁的子女哈要训练，可以到我广州到 TCG 来，好，刚才我这样训练应该会让他，哦，很脑筋哦。都恍然大悟，他会，哎呦，糟糕，老妈，你怎么把生活这个脑筋都不让我开窍？被中华民国骗这么久，好，拜托哈，解行相应。然后我在另外一个，你们能记这样，我下次来有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被占领的台湾，就是人家嘛，希伯拉强，仗义直言，义哈，那个义理还是花理，仗义直言，大部分都是土狗辈，都是贩夫走卒，都是你看不起了，但是。负心的，负心的，我不是因为薄情郎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那安平对上国，那个什么荷兰的遵义什么，不是遐问的。负心就是讲，啊，明明你都躺在读数学物理，啊，你哪去走去读历史地理了？啊，历史地理人家骗你也唔知，啊，怎么讲啊？我这买钞票啊，我怎么都按上回去给报阿妈打，阿妈打就好啊，你管他哩济，迄都马斯洛哩讲，你还是生存。负心的总是读书人啊！我强调是在台湾哦，我没有讲在美国，在欧洲哦。台湾很明显，你可以见他批评那些什么高官怎么都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吗？那米糠油以前30-40年的米糠油，现在大桶油，难道他们不知道吗？都知道啊，而且心坑大，嘿，物理学来讲的话，这心是外星的，数学系里面的外星都要重新把它定位。所以数学物理里面有很多人才，我是想说怎样把台湾的理工科全部挖出来到我们台湾民政府来，啊，嘿，民进党、国民党更提早给，因为那种社会系变那高平。但是啊，咱即马社会性啊，去有因迄个中华制、迄中国流，他知道啊，这些人理工科出来啊，很厉害，所以伊弄个哈，就电像我这样电读物理、读数学、读电子，都改你弄去当中某呀，去考考，去考考，去加班加到晚上12点，有没有？等到烂干啊，连摸都摸不完，连按都摸不完，那有可能管你呢？哦，哎，社会性，大家拢穿西装嘞，迄个什么罗志正、张什么，迄根本那个李秀莲根本都拢，真正我以外逻辑都拢无办法骗啦。你看，迄李秀莲有批评他，啊，蒋干呢？甲尾仔讲下任以后就家己开一间，开一间啥？开一间啥？啊，对哇！啊，迄家己是家己家庭嘞，家己去请人，那都无半年就倒去。我台湾还补一个，我看无两工唔倒去。想嘛知，迄款会请你，迄我董事长无可能请迄款人。蔡英文，更不用讲，什么什么政经学院，政个屁耶！我不是批评他。靠山猪小猪上起来，那个有什么？靠山猪小猪嘞，连那个他的副搭档在那边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龙色问题啊？刚才我们讲问题出来，他没办法解决啊。还有那个什么生物科技，那个问题，现实你还没有执政就没办法解决，任人家这样跟啊，因为对方太显露了。那以后执政人不，你以后面临的是美国面临中共的，以你这样有办法解决吗？哎、欸，恁老哦囝婿，恁老囝要娶阮新妇嘛？所以伊拢唔敢结婚，你看，对吧？哦，我讲者人家警告啊。好，啊，就我自问自答了哈。我想爱的话，不要紧啊。啊，个五郎我们爹吗？我们大师，我能不能问你，请教你了？请问你，我刚才早上为什么5点到那么高的山去种树？然后10点下来，然后11点赶到这边了。所谓何事？我所谓何事？那一般人可能是这种啊，我今天我要到台湾民政府啊，我昨天晚上就在睡觉，今天早上起来就在上面看 PowerPoint 啊，我没有啦，我都没有看。像刚才呢，你看那个电脑工程也帮我这边整理啊，我已经都那个逻辑，其实我电脑不用带到过来，是因为他没有。其实我那个都放在 Google 云端里面了。我来的话，他这边我就马上投影下去。但是我因为他前上个礼拜刚都讲，他这边还没有在。那因为我们新进的讲师都在欧美或在台湾都会用自己的电脑。好，到最后以后用你们像那个
叫做平板电脑，智慧型那个3C的，直接就云端了，小巧带出来就这边，投影就出去，很快，啊，很快。那我还是从我这边我受影啊，我讲话是口无遮拦，我希望是像美国式的教育，我不喜欢弄中国那种，啊，那温良恭俭让，啊，道貌岸然，啊，那到最后捧金当马良，啊，这个移花接木，啊，到最后都骗了黄少少。哎，对对对，那个我不大喜欢。今天我讲的是很实在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对很感冒，这种人怎么不符合中道，讲话那么冲。科学哪里有讲的？伽利略被抓，差一点赶头，他也是刚才违背的，不是违背啊，是原来就错掉了。地球绕太阳，太阳绕地球吧，这个是当500年前而已。那时候跟成现在台湾的一样，是太阳绕地球啊。当时的环境啊，因为他巩固说地球上的教皇是最大的。啊，是宇宙都绕了他。啊，后来人家那个科学研究，伽利略跟哥白尼发现不对啊，是地球绕太阳啊。哇，这个是好像你像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哇，你当时你看那时候，哇，30年前哈，一定都被抓。像我这样一看，第一个啊，你们都会受拖累，那个蓝，关抓人了、啊，你们全部都跟我一样被抓。啊，现在不会嘛，所以大放大饼了，不用怕啦。啊，这个脑部开窍嘛，像脑部里面无限可能。我们人脑只有跟电脑一样啊、哦，就用到20%而已。听说没有25%，啊，其他70%仓库放在那边啊，有25%都拿在刚才马斯洛里面最底层的吃货拉扎税。你看你们买电脑、哦，嚯、哦，那高级，我看那个几万块的 iPhone 什么，都是打电动玩具，有没有奇怪啊？有没有在职业里面都打电玩？好。包给你接了，你接了。当然失去的，这几年啊。对啊。咱就是要复国。嘿，复国哦，复是日本大帝国哦。是。你今物上山顶种树。嗯。我要清洗种块树啊是。我讲哦。我讲哦，我讲一下听，我讲一下，这是跟我家族有关，也发生28事件，因为里面有人在那棵树上被逼了，财产被冲光，就像那喜马拉一样，在他的果园里面，苹果树被他占了，我的家族里面有人在树头。你种的我树，不是长树啊，那长树啊，底下树上。乖就是所有公正出来听。因为中华民国啦，糟蹋。这我见过去书，气伤心。是啊。各位好，我们现在先下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5分钟。就是救人作用会动吼。那个中午有拍识别证照片的，请到后面。